玩命关头特别行动。Pick a door. All right then. No, that's my door. Pick another door. What's wrong with you?美国外交安全局探员哈伯以及前任英国军方特种部队队员戴克肖，这一对死对头就一直呛来呛去，拳来拳往，试图把对方打趴。一名经过电脑生化基因改造的无政府主义者布列斯顿出现了，他掌握一项将对人类造成改变的生化威胁，并且打败了无畏无惧的叛变军其六处探员，而探员正好是戴克肖的妹妹。这一对本来势不两立的死对头被迫联盟，共同目标为击败比他们更狠的狠角色。